咁就啊，陈伟业，跟住就阿张宇仁。冇，主席就关于呢一个嘅除害者问题，我都跟咗好多年啦。即系过去都同呢个渔护署或者同有关部门都好多书信来往。咁我哋都喺呢个2011年11月喺立法会正式提咗个问题啦。啊，咁就即系我理解到现时嘅修例系涉及到两个嘅国际公约嘅要求。咁但系整份文件咧，係冇乜認真講解同埋介紹香港現時嘅除害劑所面對嘅問題，即係或者市民關於除害劑嘅管理嘅不滿嘅情況，同埋呢一個嘅條例嘅修訂對現時嘅管制上嘅漏洞，或者係現時管制上嘅不當咧，即係導致到有不少除害劑係仍然廣泛使用，同埋影響到市民嘅身體健康，特別係啲小童。完全冇提到，即係呢一個嘅條例修訂之後嘅改善情況係點嘅？咁譬如我多次投訴嘅百草菇咧，即係喺個條例方面似乎係冇包括在內嘅。咁即係話你修改咗個條例之後，即係對家下所謂一般嗰啲殺草水嗰啲嘅管制咧，即係仍然係冇網管。因為佢唔係喺呢兩個附例，即係兩個呢個嘅國際公約裡面嘅管制嘅化學品嗰個嘅或者殺草，即係嗰個嘅除害劑嗰個嘅名稱嘅範圍。咁我唔知係與唔係啦，我初步對過個表就唔係好覺見。咁所以即係我諗文件或者係下一次會咧，我都希望政府可以清楚交代解釋，譬如係現時香港使用嘅除害劑廣泛有邊一啲，係嘛？即係經過呢一個修訂，有邊啲受管，邊啲唔受管？譬如過去咁多年，因為你個即係公約有啲已經係2004年落實，你2009年即係好似瞓著覺咁冇做嘢，咁你家下蘇醒話做嘢都即係我唔知係咪一年嘅問題，即係刺激你醒，即係要做嘢啦，係咪啊？咁就即係究竟呢、這個條例呢、這個修訂通過之後，仍然有乜嘢嘅除害劑嘅問題係明年未改善嘅？咁我哋都要知咯，因為呢啲好技術嘅嘢咧，即係絕大部分市民唔係好理解，即係亦都唔係好關注嘅。咁我都希望知道，即係個條例真係現時嗰個範圍管到幾多，有邊啲唔管，個影響係點。咁至於嗰啲影響，至於嗰啲冇管嗰啲，你將來點管，都希望有個清楚明確嘅交代同埋解釋嘅。秘書長。多謝陳議員的問題。現在的除害劑條例第133章呢，剛才我都介紹過呢，其實即是現在已經是有條文去規管住有關除害劑的輸入啦、生產、售賣和供應的。咁其實呢那個目標呢，就是希望能夠是安全使用除害劑和保障公眾安全的。即是透過這個規管呢，我們希望能夠呢是可以保障到個公共安全，因為我哋都理解有啲除害劑咧個毒性可能會對有啲人會有影響嘅。咁而家咧嗰個頭先我講過，根據嗰、那個133章咧第四條咧，其實處長咧漁護署處長已經係要備存一個記錄冊嘅。咁咧就佢分兩部分嘅。咁嗰個記錄冊本身咧就係、是、漁護署咧只會係註冊世界衛生組織歸類為低或者中度毒性的除害劑嘅，並且咧會對嗰個零售嘅劑型啊、濃度啊、水平啊都會施加啲限制嘅。如果係世衛歸為劇毒類嘅除害劑咧，就唔準註冊嘅。即係呢個係我哋現行嘅政策。唔準註冊即係唔準輸入啦，係嘛？唔準註冊嘅話咧，咁佢就係屬於非註冊嘅除害劑。即係秘書長繼續講緊啲原則性嘅問題。呢個我理解。我會講百草枯嘅，其實我會講百草枯嘅，因為我知道，但我一定要有咗呢個背景先。如果係未經註冊嘅話咧，就係即係 unregistered 嘅 pesticide。咁頭先我講過就係佢可以輸入，但係佢要同漁護署署長攞一個 permit 啦。咁呢個咧就係即係唔係牌照啦，許可證啦。咁如果係攞 permit 嘅話咧，攞許可證嘅話咧，處長會附加啲條件，因為個毒性高一啲，所以變咗咧係更加嚴格嘅，亦都有可能係唔俾佢添，即係呢個視乎情況啦嚇。咁呢個咧就係、是、現有嗰個嘅制度咧，點樣去嚟到對除害劑咧可以實施嗰個嚴格嘅管制嘅。咁當然我好了解咧就。陳議員其實關心嘅咧，亦都多謝佢咁有心機，即係真係去對咗嗰個現有嗰個附表裏邊。
係啱嘅，即係因為百草夫咧，其實即係係而家咧係現有嘅註冊除害劑嚟嘅。啊，頭先阿陳議員講嗰、那個唔喺我哋今次兩條公約嘅，唔係講嗰個，因為佢已經現有已經喺我哋記錄冊裏邊註冊咗。咁我知道阿陳議員最關注咧就係、是，即係佢覺得呢個咧係有一個嘅毒性嗰個問題啦。咁第一咧就其實所有香港嘅註冊除害劑咧都係要遵照嗰個標籤指示嘅，同埋要安全使用嘅。其實呢、這、一個百草夫咧當佢漁護署長喺度批准佢註冊嘅時候咧，已經對佢嘅濃度啦，同埋佢嘅劑型咧作咗啲限制，亦都咧係使用嘅時候咧係要稀釋嘅。而稀釋咗之後嘅百草夫咧毒性就會大幅降低嘅。同埋我哋為咗防止有人誤服，同埋係亦都咧我哋要求咗咧百草夫要加入啲臭味劑啦、掩飾料同埋催吐劑嘅，即係會令你嘔翻出嚟嘅。咁啊，保證咧，即係唔會有人即係因為呢個毒性嘅緣故咧，去受到影響嘅。咁而呢啲嘅保障之餘咧，我哋都係留意到咧，社會上面對百草夫嘅安全咧係關注嘅，包括陳議員亦都同我哋多次反映過嘅。漁護署而家係研究緊逐步淘汰百草夫嘅註冊嘅。亦都咧，由於百草夫咧能夠迅速同埋有效咁除草咧。喺而家咧，我要講俾大家知咧，其實喺而家香港農業啊、土地管理同埋防治蚊患方面咧，係發揮緊個作用，好多人用嘅。咁所以點解我哋當我哋係要話逐步淘汰佢，令到佢成為非註冊嘅百草夫嘅時候，非註冊嘅除害劑嘅時候咧，我哋需要有一啲時間嘅，因為而家有人用緊嘅。咁我哋係磋商緊，我哋係有計劃，即係做呢件事情。唔係主席，即係我個重點，當然百草夫係呢個可能冰山一角啦。嗰、那個問題就係百草夫有唔少嘅報道係顯示呢一個嘅除草劑嘅毒性咧，係對啲幼童同埋對呢個有呼吸系統嘅即係小朋友咧係有嚴重嘅後果嘅。咁你而家喺好多地方咧，正如頭先副秘書長所講咧，係廣泛使用嘅，同埋有唔少地方係喺幼兒園、幼稚園附近廣泛使用嘅，特別鄉村嘅地方啊，特別鄉村嘅居所都係經常使用的。啊！即係我要申報我喺鄉村住啦，係嘛？即係經常見嘅。你春天一到嘅話咧，就跟住即係呢段時間就見到周圍都係呢一個嘅殺草水，周圍噴、周圍殺嘅啦，已經係。你行過啲路口啊，你喺啲幼稚園旁邊啊，喺啲村校旁邊啊，已經係經常見到呢啲情況，啲兒童係被毒害嘅。咁所以喺2011年我已經追，同埋過去同漁護署多次書信來往，係完全冇管制，亦都係管唔到，即係亦都係好放縱嘅，放縱放任嘅係，即係你而家政府係容許呢個嘅毒性咧繼續毒害我哋嘅兒童。咁我當初期望呢個嘅，當初好興奮啦，諗住你有個呢一個嘅除害劑嘅條例修訂上嚟，咁我諗住可以有啲改善啦。咁你而家就話俾我知，哦，除咗嗰、那個即係、就是、跟從呢一個嘅國際公約之外咧，香港嗰啲最廣泛使用、最普遍毒害香港兒童嘅毒藥呢啲除草劑，政府現時喺呢個條例裡面仍然冇包括在內嘅，係嘛？你而家口講我，咁我清楚啦，咁就話遲啲會做。咁但係點解唔可以？當然我理解呢個係因為公約嘅要求啦。但你同時可以將頭先我講嗰啲問題，同埋加上現時你話咦，漁護署已經好關注同埋會做管制嗰啲，你咪一併包括埋呢個修訂裡面，定埋呢啲要受管制，甚至係被禁制嘅咯。主席，其實個答案好簡單，就係、是、署長喺現行嘅條例下咧，已經有權就住即係一啲除害劑，如果佢經過檢討。嗰、那個有關因素包括毒性啊影響之後咧，其實署長已經喺現有嘅條例下咧，佢有權係將一隻除害劑咧係從個註冊名單上面咧剔除嘅。咁所以點解唔需要喺條例草案再做功夫，就係呢個原因。咁頭先我已經講過咧，署長係有計劃準備將呢一隻頭先所講嘅百草夫係會剔除嘅。咁但係需要一啲時間同業界磋商，因為佢係廣泛使用嘅。咁所以點解我哋個條例草案冇包括就係呢個原因，因為唔需要咁樣做。而家已經有權。可唔可以回應啊？陳偉業就係時間表啊，幾時會做到啊？主席，我諗要分咗兩個層次處理，即係你話呢一個嘅正式農民正式使用嗰個咧係第一層次。頭先我係講緊嗰啲唔係正式農民
基於佢嗰個農作物嘅需要或者耕種需要而用。其實頭先我講嗰啲咧，真係好多嘅村民係嘛，佢中意嘅就走去即係隔離鋪頭嗰度咧，就買一桶，跟住就翻嚟噴。即係呢個情況喺整個新界係普遍存在啊嘛。呢、這個唔係基於農民農作物嗰個嘅耕種嘅需要。係嘛？而佢自己叫要，譬如頭先所講，唔想啲蚊蟲喺附近滋長啊，等等咁嘅嘢。咁因為嗰個毒性已經係清楚知道，《南華早報》做過好多篇報道啦，已經係嘛？中文報紙即係我記得《東方》都做過好大，即係好大嘅報道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即係呢個毒性嘅存在係影響，同埋政府都應該唔會否定個毒性係影響。頭先我所講呢個嘅，即係特別係兒童，其實老人家都受影響嘅，老人家有呼吸問題嗰啲都受影響嘅，係嘛？咁呢個嘅健康影響係確定噶嘛？咁點解即係咁耐啦？我同政府書信來往都好多年啦，唔係淨係今日至講啦，喺立法會2011年都再問啦，已經係嘛？跟住一眨眼有兩年啦，咁即係點解嗰個嘅管制唔可以加速？即係我家下就哀求政府，喂，你會唔會真係可以停止呢啲毒害市民嘅一啲咁嘅毒藥周圍俾佢呢個散播咧？真係咩？你話兩個層面嘅嗱、啊，一個就係一個就係呢個農民喺佢個農田嗰度使用，一個就係一個咧就係周圍喺呢個道路旁邊啊，喺呢個屋喺個住屋旁邊啊，喺啲幼稚園、幼兒中心旁邊啊，周圍係咁噴嘅，包括呢個嘅半山都有噶。連香港中環豪宅旁邊都係咁噴嘅，一樣嘅。我想問問啊，即係跟住啲問題問翻啊秘書長，頭先你所講係即係有個註冊噶嘛？處長想話考慮剔除喺個註冊裏邊，如果剔除咗，就即使係咪禁止入口㗎啦？剔除咗嘅話，如果佢冇即係嗰個 permit， 即係所謂個許可證嘅話咧，佢唔可以入口嘅。咁佢嚟申請 permit 嘅時候咧，即係申請批咧，係嘛？處長可以唔批。OK， 咁呢個當然要睇即係個申請個案嘅內容。咁我想問，或者阿處長係咪要補充啊？阿 Sir，OK， 好，補充一下。咁咧就其實咧，就住阿陳議員嗰個關注咧，其實我哋過往咧，近年咧，我哋咧就積極咁樣去檢討緊呢一隻嘅除害劑嘅。咁咧就我哋嘅結論咧就係、是、咧，首先其實咧現時喺市面上買到嗰、那個百草枯咧嗰個。濃度咧嚇，同埋咧加埋其他嘅防範嘅措施咧，其實個風險係低嘅。咁但係當然亦都係咧，我哋亦都關注到咧，就係嗰個廣泛使用嘅情況嚇。咁所以咧，其實我哋依家咧就係、是、經過我哋嗰個研究之後咧，我哋係有計劃咧係將佢非收嘅，即係將佢將佢喺嗰個註冊嗰個名單上邊剔除嘅。咁但係咧，同一時間咧，阿陳議員都講得啱啊！除咗一啲原譜啊，或者係一啲即係原例公司用之外咧，其實農民咧都會成日用呢一隻咁嘅百草枯嘅。咁如果我哋一旦咧如果係好急速地咧去將佢喺我哋個註冊名單度剔除咧，其實個影響係好廣泛的。咁所以我哋要就住咧，就係、是、呢個影響點樣可以令到咧，依家現時使用緊呢隻百草枯呢隻除害劑嘅業界啊，包括埋農民啊。或者係其他原例嘅使用者咧，減低佢哋嘅影響咧，我哋第一就係希望睇下係咪有啲其他替代嘅除害劑可以幫佢哋減低個影響。第二咧就係話佢哋現時亦都有一定嘅存貨嘅嚇，咁、所以咧我哋要取一個平衡。其實咧我哋咧亦都係咧就就住呢個咁嘅計劃咧，即係將佢剔除喺我哋從我哋個註冊名單度剔除嘅咧。就係、是、我哋亦都係咧，同業界咧嚟緊咧，我哋會同佢哋再進一步咧，就係、是、商量嗰、那個剔除嗰個成個時間表係點樣。咁所以如果你而家問我個時間表咧，其實我哋未同業界清楚了解佢哋個困難之前，而從而咧達到一個共識咧，我哋就依家係俾唔到個時間表出嚟嘅。但我哋係有呢個計劃咧，係將呢個百草枯咧係喺我哋個註冊名單度剔除。我每次即係我唔想我都要俾時間問，幫我問多個問題，即係 on the same issues。咁既然呢個係有毒，咁點解兩個公約唔等佢喺呢個裏邊咧？主席，其實即係嗰兩個嘅公約唔係話逢有毒，我哋就係擺入個公約嗰個意思嘅。其實即係兩個公約規管，頭先我開頭嘅時候已經講過咧，就佢有啲特定嘅性質嘅。即係佢講緊咧，就係話如果氯特丹公約嗰啲咧，就係、是、有43種化學品嘅。有32種係除害劑嘅，包括係極為危險嘅除害劑嘅。
斯德哥爾摩呢其實有22種化學物質，其中15種是除害劑，7種是化學品的。咁嗰啲真係毒性好高嘅，即係同埋係有特定性質嘅。頭先講過啲 POP， 即係持久性嘅對環境有污染嗰啲嘅。咁而家我哋講緊譬如話百草枯呢啲呢，其實即係唔係歸類於嗰種嘅毒性，而且已經係現有裏面呢已經係一個註冊除害劑嚟嘅。好，俾繼續問先。得 ，OK。兜翻個圈。有冇同事有補充問題喺呢個階段？冇啊，我都係希望有一份嘅文件咧，係即係政府能夠詳述現時嗰個問題情況，同埋呢個條例係改善咗咩問題，有啲咩剩餘問題係未改善嘅，即係我覺得我哋要知咯，即係究竟呢一個嘅修訂帶嚟嘅改變係影響啲咩嘢先，淨係循例合即係符合公約。是完全在個社區沒有任何我跟進陳偉業這個問題完全看不到的，因為你現在在 PowerPoint 裡面說現時的做法就是有這個所謂註冊或者是這個許可證，那你們有沒有記錄的，即是每年入口多少，你們有沒有這些數字的？有的有的，不如好等好像陳偉業這樣說，就是你給我們一份文件，我們就是既然你有數字你有統計的了，應該你統計翻即係過去一兩年，你入緊啲咩？即係你批准緊啲乜嘢？入緊啲乜？乜嘢係受影響？係啦。有邊啲係仍然？譬如即係我就熟呢，即係我淨係識呢個百草枯啦，其他都唔係好熟啦，係嘛？除咗呢啲，仲有啲乜嘢係冇包括在內嘅？即係你點處理？咁我都清楚知道啊嘛。咁可能突然間有隻新嘅呢個嘅即係除害劑，又唔係嗰兩個公約，但係好毒嘅。又唔受影響嘅，咁我哋又唔知嘅。你知內地好多產品噶嘛，係嘛？你淨係用國際公約去溝下溝下，又唔同嘢噶啦嘛。OK， 好啦，先解決咗呢度。我見到阿梁家傑舉手嘅。俾份文件就係、是、我諗羅列咗，即係而家斯德哥爾摩斯德哥爾摩六單公約規管，你哋批准緊啲乜嘢，入緊啲乜嘢？而喺呢兩個公約以外，你哋現有嘅許可證或者係呢一個註冊。批准緊啲乜嘢？即係我諗，我哋啲同事想了解就係批准咗，即係將來呢個工業受規管啲乜嘢？我哋知道嚇，跟住但係冇規管，但係你亦都係唔係工業以外，但係你哋有規管嗰啲，有規管嚇，工業以外有規管嗰啲入緊啲乜嘢？咁樣樣，咁我哋想了解呢個整體嘅數字啊。好，主席，我哋一定會做嘅嚇，即係我諗啊，主席頭先嗰個總結得好，就係其實公約以外嗰啲，我哋已經有規管嘅嚇，即係千祈大家唔好誤會話，即係淨係做咗公約咁，其他冇管就其實唔係咁咯。明白明白，咁但係 anyway， 你俾翻啲嗰啲數字啊，等我哋知道。同埋我諗係，如果假身阿陳偉業講咗百草枯啦，即係有其他特別啲議員關注嘅你哋睇睇喺個文件裏邊。陳偉業。我主席就我查翻啲資料，06年其實我立法會都再有啲問題係問過啲即係類似啲即係除害劑嗰啲，當時有一隻嘅就叫做殺無蹤啊，咁就希望喺你嗰、那個即係你睇翻我06年嘅立法會 Q&A 啦，咁就即係亦都睇你睇睇呢一類嘢究竟係咪，即係當你喺個背景資料介紹嘅時候，睇下究竟仲有幾多重，即係呢啲咁嘅。除害劑仍然即係廣泛存在同埋條例，究竟管制到幾多啦？因為啲名稱可能好誤導嘅啊，但因為啲名稱未必反映嗰個嘅化學成分嗰個嘅含量啊。咁第二個問題，主席就係、是、嗱，喺處理呢啲即係所謂除害劑或者化學品嘅管制咧，一般就兩個層次嘅。咁國際公約嗰啲一般就係、是、地區或者係國家個條例嘅管制啦。咁就譬如喺外國啲城市咧。即係呢啲咁嘅公約協議，好多時就係中央政府嘅權力同埋政策嚟嘅。譬如佢用立法形式規管某啲化學品嘅使用，但係城市咧，即係佢有自己本身嘅城市嘅bylaw 嘅。咁譬如即係譬如呢啲條例，佢就譬如係聯邦政府或者係呢個嘅中央政府制定條例管制呢啲咁嘅運用使用。咁但係城市咧，佢就直情。即係譬如我了解，譬如有啲加拿大嘅城市咧，直情喺城市範圍裏面咧，全部禁止使用啲除害劑嘅，即係用呢一個嘅嘅城市自己本身嘅法例嘅權力係禁止使用所有除害劑嘅。咁呢個涉及到因為民居個問題，因為呢啲除害劑嘅禁止使用等等咧，好多時係商業或者係工業或者係呢個嘅農業嗰個使用嘅。
咁呢個有佢個目的，有佢原意喺度。咁但係城市作為民居嗰個管制咧，係基於人體健康嘅問題。咁所以好多時一個呢啲條例咧，就未必係關於民居方面嘅影響咧，係即係保障到嘅。咁所以喺外國有兩重嘅管制，一個就係、通常個城市更加嚴格，更加嚴格嘅，佢直情係一個。唔俾買賣咁，可能城市隔離，即係呢個城市 A 就俾，啱啱過隔離就直情就唔俾用嘅，即係睇下個城市嘅密集程度，同埋睇下城市政嗰個市政府自己本身嘅態度。咁我就好想問就嗱，你而家呢一個咁嘅管制，我睇個條文嘅了解咧，基本上係整體運輸啊等等，可能涉及到農業同埋工業嘅用途嘅。譬如頭先我所講嗰啲民居。少少一忽草地，或者少少即係有啲嘅野草，咁就喺地區上咧，其實都唔係淨係鄉郊嘅，中環半山區都有啲人咁樣用啊，即係有啲投訴都曾經，譬如半山區有間幼稚園即係唔知點解即係會使用呢啲咁嘅殺草水，咁啲家長投訴，最後都不了了之嘅，又唔係教育處嘅責任，又唔係漁護處嘅責任，總之又冇人負責。係嘛？咁啲家長就擔心嗰啲嘅殺草水影響嗰啲細路仔嘅健康等等個。咁我就想問就喂，即係外國城鎮城市政府就個條例同埋個管制有兩重。咁香港淨係呢一方面，當然你管制到嗰個使用等等，但係對嗰個嘅城市係咪應該更加有嚴謹啲嘅管制？嗰、那個處理上會唔同？喺條例上可唔可以考慮埋呢點咧？秘書長。主席，其實我哋對於嗰、那個安全使用除害劑咧，係成個政策即係個背後嘅目標嚟嘅，即係成個條例都係希望即係達到。我相信喺呢點上面，我哋同陳議員係一致嘅。特別唔係好簡單，譬如我咁諗，譬如你淨喺民居，譬如喺個 residential area， 譬如你香港講松嶺啦，係嘛？咁譬如你喂，你成個 new town，new town 範圍應該唔俾使用啦。譬如你成個規劃，即係譬如你嗰啲嘅農地嗰啲，你可以用啦。咁但係你可唔可以嚴謹到？譬如我頭先講翻，譬如外國啲城市例子，成個城市範圍裏面完全禁止使用殺蟲劑嘅，即係呢個嘅呢個嘅除害劑嘅啊。不過香港呢個城市，如果唔俾用就成個都唔俾。唔係，松寧，我講松寧啊， okay. 即係譬如你係 residential area 啊，新市鎮有冇呢個考慮？有冇呢個概念？即係咁啊，簡單啊嘛！喂，你直情所有嘅城市裏面，即係。即係嗰個嘅影響，其實即係其實對嗰個農業完全冇影響嘅。第一條冇呢一個考慮。因為而家個管制好煩啊，主席。嗱，譬如我處理啲投訴咧，直情冇網管，冇人做到任何嘢，啲家長又好擔心啲細路仔同埋老人家嗰個呼吸系統受影響。咁你而家呢個管制係咪真係做到？我又有疑問嘅喎。同埋你城市裡面冇理由要除害劑，做咩要除害劑啫？譬如我住宅旁邊，即係有幾棵野草。咁啲人懶除草咧，就走去噴殺草水，係嘛？即係其實你要清理啲野草，其實唔難嘅。啊，即係你主席，我講少少，或者然後跟住我請阿處長又補充下啦。即係香港係一個好稠密城市啦。咁即係有啲地方係的而且確係需要用到嘅。即係蚊患都係一個好嚴重問題嚟嘅嚇。即係咁，所以咧，即係有人需要用到呢啲除劑，如果全部話唔俾用咧，亦都有佢嘅一定嘅造成一定嘅不便嘅。咁我哋嗰個現有嘅制度咧，即係其實我哋除咗頭先講咗話，即係我哋有個註冊制度啊，有牌照制度啊。同埋嗰個許可證制度之餘咧，即係我哋亦都重視實際嘅應用係點樣，所以點解我哋都話我哋同業界咧，其實係即係制定好多呢啲良好嘅使用守則咧，目標都係希望咧喺最終運用嘅時間咧，最人唔好走住，唔夠人啊！唔係，我講埋個 deputation， 你俾分唔分？我主要簡單一句啫，最終能夠保障。即係諗政府可以參考一下，即係我理解溫哥華就唔俾用嘅。我請阿處長或者補充少少。成個 Inland Vancouver 係唔俾用嘅。咁人成個城市都唔俾用啦，點解？處長，其實我再強調一樣嘢咧，就係依家其實現有嘅制度咧，我哋透過呢個除害劑嘅註冊制度咧，其實我哋只會註冊一啲中度或者低度毒性嘅除害劑，同埋咧就喺佢個濃度同埋個使用嗰方面咧係已經有施加限制㗎啦。咁所以咧如果係高度毒性嗰啲咧，其實咧我哋就唔會俾佢註冊。如果佢真係要有真實嘅用途，
我哋會透過一個許可證嘅制度，同埋加上一啲咧係適當嘅規定咧，喺一個好有限制嘅環境同埋守則底下咧，佢先可以用嘅。咁當然就係話有啲依家喺市面上用緊嗰啲除害劑咧，其實有啲好多有啲人士都關注話，喂，佢哋基本上第一可能佢哋基本上反對用除害劑。就唔理佢係咪安全咗唔安全，總之除害劑我就反對㗎啦。第二就係話有啲家長我哋明白到咧，佢都好擔心，譬如附近嘅學校或者咩嘢，佢哋用啲除害劑係咪安全咧？咁其實我哋每一次收到有啲咁嘅報告或者係個案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會去再去審視一下，究竟呢隻除害劑喺呢個咁嘅使用嘅情況底下，個風險同埋對公眾安全嗰個影響有幾大？係咪有需要將佢施加多啲嘅限制，或者係將佢甚至乎剔除呢？咁樣咁頭先我哋講嗰個帕祖夫嗰個係其中一個例子啦。咁樣咁所以咧，其實我哋明白咧，有啲市民對於用除害劑嘅關注，特別係一啲稠人煙稠密嘅地方。但係其實我哋亦都係會繼續咧，就係、是、透過呢個咁嘅制度，亦都係咧定期去檢討呢家喺香港註冊同埋使用除害劑嘅情況咧，去做出適當嘅調整嘅嚇。不過嗱，阿陳偉業已經講明咧，譬如話温哥華佢係唔俾點用咁樣樣。我諗你翻去，既然你都要準備文件，你睇睇咧。嗱，我知道你又簡解釋咗我哋嘅制度。嗯，我哋嘅制度就話，即係你俾 permit license 咁樣樣，即係如果勁嗰啲咧，我哋根本就唔俾你入咁樣樣。咁佢哋話咧，嗱，我即係陳偉業知道些少啦，就話即係温哥華唔俾用，或者有啲城市唔俾用。嗯。咁你 compare 一下兩個制度有咩唔同啊？好嘛？你即係我知道你做緊呢個方法，可能做咗幾十年啦，好覺得好有效咁樣樣。咁而家人哋陳偉業提咗一啲，你睇睇佢個方法同我哋方法有咩比較？陳議員，對唔住，主席，陳議員咪講緊仲係講百草夫嗰個？唔係講温哥華。Pestis 係完全唔俾用嘅 ，ban 曬嘅。哦，所以除咗除咗 In Vancouver 係唔俾用嘅。咁嗱，當然啦，陳偉業可能係有個概念嘅啫。你具體睇睇，即係温哥華佢嘅做法係點樣樣？咁比較一下我哋嘅做法咁樣樣，或者可能陳偉業可能根本就可能即係陳，我唔知啊，可能即係。温哥華只係唔俾一啲勁嘅除草劑即係 pesticide 嚇，即係可能係咁，即係你比較一下，了解一下啦，好嘛嚇、啊？然之後就同我哋講翻嗱，我哋要頭先張揚咧正式嚇、啊，我想你正式咧就要求要考慮 deputations 係嚇，咁、啊、我想問有冇議員反對？我相信冇議員反對啦，係嘛嚇？咁、啊、就雖然政府亦都係做過諮詢嚇，咁但係我哋都即係我哋喺嚟到我哋，我應該做嘅。我諗我哋一般嚟講咧，就係做幾樣嘢嘅。一就喺我哋嘅網站度咧，就發通告，就邀請有興趣人士提意見，同埋向相關嘅團體，即係政府諮詢過嗰堆啦。就包括有五個團體，就係從香港蟲害控制從業員協會、香港殺蟲業協會、華南草坪經理協會、香港清潔商會。新界蔬菜產銷合作社有限責任聯合總社，我唔知咩機構嚟。唔緊，我諗再睇公開公開，唔係網站一定㗎啦，網站一定嘅。主席，我哋嗰個會唔會淨係收書面，定係都俾機會啲團體上嚟俾意見啊？我淨係俾佢上嚟俾意見。OK， 咁我哋就定個日期啦，好嘛？嚇，兩個禮拜。咁冇啦，廿六個咯。有二三月哦 ，OK， 三月得三個時間嘅。三月有幾個時間？十四或者十五。三月十四或者十四號嘅朝頭早，十四號嘅晏晝，我唔得啊呢個。十四號嘅十五號嘅朝頭早，我兩個都唔得。19號得唔得？19號嘅早上，張宇仁同埋黃碧雲就係教育喎。十五我哋講講下點解你係跳咗咧？十五個早上點解？十五早上我而家係 Hong Kong TB board meeting to be confirmed。方剛唔係 TV 啊，佢自己嗰啲旅發局啊，旅即係你自己嘅 TV 旅發局。旅發局 TB， 咁我就呢度嘅要，大家係咪十五號朝頭早得啊？八點半得，十點九唔得。八點半得，十點九唔得。八點半早唔早啲啊？咁九點啦，九點啦，好嘛嚇？好，我哋九點啦，睇下幾好我哋呢啲。八點半冇緊要，唔好驚人哋啊！我哋
八點半我驚留會。好啊，九點啊，好嘛？九點，我哋就deputations 咁樣樣。我哋下次會日期就我諗3月15日先啦，好嘛？我定多個會議日期得唔得？定多個會議日期啊？就3月15日就主要聽 deputations， 跟住就兩個星期咧，4月。係啊。跟住就財委會會議，4月15日或者16日，秘書處建議就係、是、有冇得15、16我都得。等等先，睇緊。15、10.9。4月15日啊。係。我得。15冇問題啊。咁啊，4月15日啦，好嗎？10.9。嚇。即係10.9啦。10.9，係10.9。嗱，咁兩個會議，一個咧就係3月15日就聽 deputations， 咁就4月15日咧就我諗 by the time。剛才要做的那些全部應該做齊的，好嗎？如果是沒問題的，我們今天就去到這裡先。 OK， 多謝大家。